来关心梅山乡的消息。有真侪民众向梅山乡公所建议，希望乡内会当有一个亲子交流的所在。公所团队努力寻找适当的地点甲位置，最近找到一个相当袂歹的地点，有相当侪大树，非常适合做亲子公园。日前有不少乡亲向公所来建议，希望梅山乡内会使有一个适合亲子佚佗的所在。所以梅山乡公所的团队就开始积极寻找适当的地点，就伫最近嘛找到一处面积四分外大的建地，准备开发成亲子游乐园。啊嘛，要借这个机会甲咱乡亲报告吼，因为咱梅山啊过去吼拢找无这个腹地或建设。啊，亲子游乐区吼，啊，起码公所已经哦来啊，找到一个土地有四分外地吼，啊，咱公所啊，我甲咱的团队甲必须讨论了，咱开始啊，要来甲建设这啊亲子游乐区吼，予咱梅山遮的小朋友未来啊，拢有一个啊好去处，伊会当去遐佚佗，家长嘛会当搁较放心啦吼，啊这。我甲各位乡亲保证，两年来绝对会甲完成吼，啊，请咱的乡亲啊，咱来期待者吼。伊这个面积有四分外大的地点，就伫乡里游艺园头前，边啊是梅山国小，相当适合当作亲子公园，并且内底就有袂少的大树。乡公所表示，嘛会保留大树，予未来公园完成了后，啊，佫会使伫树下休困。世新新闻陈一贤梅山乡采访报道。嘉义优先这个品牌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，有品牌就有责任。我希望能够带有嘉义农产品的识别性跟辨别性，它要负责生产出最安全的食物给所有的人消费。像上次县长带领我们去那个国道贩售，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们，会找你去设柜啊？会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对对对，很荣幸，对你们帮忙。我最近听到一句最感动的话是什么？说县长，要是台风来的话，我们就赚了。他们就在想说，哎，我怎么克服？当别人没有办法，我有，对，就我们就赚了。老一辈啊，种田的人他们不太计较成本，只问你种出来的东西，你的品质是不是能够给消费者最好的东西？那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嘉义的农业、渔业跟畜牧业。最好的传承就是嘉义精神，这个传承的责任就在你们的身上。